高跟鞋不方便，穿这个吗？喂，你到现场了吗？还没呢，走在路上。我马上就要起飞了，有时间你把合同拍照发给我。松了没注意，把资料落在你办公室里了。好，我回去发给你。不急，先忙完你今天当伴郎的大事。我先挂了，拜拜。有点吵，还有多久到？这也太堵了吧！仪式是11:11开始，这还赶得过去吗？我们从这条小路绕吧。你拐之前就不知道先看一眼吗？沈志平，我不是你的员工，现在也不是抱怨的时候。把车靠边停吧。停这儿干嘛？现在也就是这个路口比较堵，我们先把车停着放着，然后徒步走过去，等过了路口再打车，这样时间刚刚好。停吧。高跟鞋不方便，穿这个吗？你女朋友的呀？沈总似乎对我的私人生活格外关心吧？没什么好关心的，我只是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东西而已。你在哪个方向啊？这么多年不来，都需要看地图了。你家度假村，我为什么要记得路？这边。啊。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。